所以呢，我就因为这样子就也把自己裁掉、哦、然后呢，这个决定影响范围比我想象中的更大。每个月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再持续的支出。一开始就觉得说，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我们总会希望说，可不可以明天睡醒问题就消失了，或者是这个困难就消失了。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Will Be Good。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希望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做出更好的人生决定。那首先呢，这一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2023年的年度回顾。哇，我感觉好像不只有我，很多人在去年都是整个风风雨雨啊，有很大的动荡。那今天呢，就要分几个角度来去回顾一下去年。那第一个呢，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是怎么做年度回顾的。那可能如果你觉得年度回顾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可能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那第二个呢，也要去看一下那我去年的目标达成率是多少。那第三个呢，则是在我去年整年的过程当中有发生什么样的重大事件，是我本来没有意料到的。那以及我是怎么应对。第四个呢，是在经过这一年之后，我达到什么新的生活状态、新的平衡。那再来就是我的收获，以及我认为去年最美好的时刻。OK， 所以呢，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啊，我是怎么做年度的回顾的？记得大概就是分三步去。第一步呢，就是我会把去年一开始的目标拿出来看。那在拿出来看的时候，其实很直白的就可以知道说，哦，哪些是我持续完成的，哪些是没有完成的。这也提醒了大家哈，就是你的年度目标不要一开始很嗨的时候啊，然后就把它这个写一写。好，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人说12月31号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在跨年哈。那1月1号呢，新年新希望，感觉热血沸腾，就全部出现在健身房。就过了没多久呢，又全部躺回床上去。OK， 这个是我们很常出现的状况。大家平常可能每个月要真的去规划一下自己为年目标做哪些事情。我们在年末回顾的时候呢，才可以很有成就感，或是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再进行改进。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的目标。那第二个呢，则是去看一下这今年以来有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大的状况，那导致自己必须要改变计划、改变目标等等的。那第三个呢，则是我最喜欢的啊，那这个就是我去看一整年下来的照片，以及一整年下来的日记。那这个目的呢，是希望可以让自己回想一下去年有没有很多很美好的时刻，去看一下去年的照片、去年的感恩日记，那去重新提醒自己什么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也会把这个东西延续到下一年，让这些美好的瞬间呢，慢慢变成是美好的时刻，再慢慢可能是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个月、美好的一年。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重新规划设计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关键的。那我觉得这个是这辈子最重要的课题。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可能要的东西也不一样。那借着这样子回顾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自己喜欢的什么什么样的改变。去年呢，我有几个重大的目标。那第一个目标就是我的 Pop Radio， 我的广播节目，希望可以每一期都如期进行，不要有开天窗的状况。那当然呢，也很开心自己有达到哦，即便可能中间有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还是顺利的把它完成了。那第二个呢，是我的纪录片拍摄。其实这纪录片拍摄已经耗时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哦，那也终于在2023年拍完最后一集杀青了。好，所以呢，我也很期待他可以在今年导演团队啊剪辑完，可以开始准备上映给大家。那再来是我的移居到新加坡的这个计划，也很开心，慢慢的到目前为止，大家的适应都是蛮 OK 的。好，经过了一开始的很多混乱之后，从2024年开始，我觉得大家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平衡。那再来是拿到美国认证的财务策划师的证照。那再来就是我的专栏，在 Cheers 快乐工作人的专栏。那在这边呢，也非常开心，在去年年底开始就跟天下杂志开始签约，并且开始出刊了。请大家可以多关注。好，那所以这是去年有达到的部分。那当然也要看一下自己做的很失败的部分。不能讲失败，就是自己应该可以改善的部分。那首先呢，是本来的公司的目标并没有达到。那这个就是因为后来公司也我也不在公司了。那第二个呢，是我的身材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很像溜溜球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很起伏。我觉得很大的成分也是自己面对很多很剧烈重大的变化的时候呢，自己可能很多时候并没有把持住，可能压力大，作息混乱，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去保持一些纪律。那再来是自己在情绪的把控上面呢，可能也会因为起伏太大，睡眠啊等等都受到影响，所以身材呢还有很健康状况，我觉得并没有一直保持在最佳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再来是勉强及格的，好，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跟家人的关系是保持得非常非常好的。那即便去年有很多很重大的变化，那我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可以跟孩子们保持很棒的关系，然后时间可以陪陪他们，然后跟他们有比较深度的对话啊，比如说互相打分数啊，他认为我是几分的爸比啊，或者是定期的感恩时间。一开始想要每天啊，但后来发现，有一段时间是蛮长晚回家的，所以他们都睡了。但是我们尽可能去做到可以定期的去互相的感谢。那我最喜欢跟我的孩子们讲，说谢谢你当我的孩子。那我喜欢捧着他们的脸说，我觉得那种画面是真的很棒，而且我的孩子会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瞬间就是安静，然后呢他们就会讲就是爸比我爱你这样。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
最美好的事情。 OK， 所以呢，这个是在目标达成率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在目标达成这一块可能就是一半一半吧，50-60分左右应该还算 OK。 真的不要因为可能达成率很低然后就苛责自己，反正呢我们很幸运的就是到现在都还活着，所以永远还有机会去为接下来的目标做一些事情。那在第二个呢，则是去年遭遇的很多重大的变化、重大的事件。那对我来说，当然最重要就是我离开原本公司的管理层。那当然了，我还是保持公司的前几大股东的这个位置啦，我并没有减持或者是退股。离开原因也是经过非常多的考虑啊，甚至挣扎。OK， 那其实原因很简单，是在2023年的时候，集团面临一些非常非常重大的算是危机需要去处理。那因为这样子就要去改变整个集团的发展方向，那跟我所喜欢的、我所有热情的这个教育事业呢，是完全可能是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在那时候呢，我必须要去重新思考要不要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面待下去。后来决定就是顺从自己的内心啊，继续往我热爱的财务教育啊，还有这个投资相关的这个教育继续的这条道路啊，往这个愿景前进。我还是希望可以让1亿个人都可以因为财务教育，然后去少掉更多生命中因为财务造成的悲剧。所以呢，我就因为这样子就也把自己裁掉啊，然后呢开始重新去规划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这个决定影响范围比我想象中的更大。毕竟本来管理层是有收入哦，基本的薪资的。好，所以呢，第一个是这个薪资没有了，那第二个是我要继续的为社群服务的话，那我就需要买断团队，所以呢，我也把台湾团队给买断。那再来第三个，我希望可以扩大整个教育的影响力，那我也需要开始做产品啊，做 App 等等的，所以呢，我也在跟新加坡这边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讨论，那也成立了新的公司。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一方面我的收入是大大的减少，主动说是完全没有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也是一次性的花出了一大笔钱，每个月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再持续的支出，所以在这样状况下，其实压力是算蛮大。那当然自己在一开始就有做好很多的准备了，只是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当然会突然间面临很多的变化，包括自己的时间啊等等的，就有很多的要来回的讨论啊、商讨等等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是不断的去反思啊、解释自己，甚至也会怀疑说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太冲动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永远不要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对，因为就是想着我怎么在接下来路上去把它做对。我的几大步骤就是，首先还是先确保生存是 OK 的，所以呢去检视一下自己的整个财务状况。那当然呢还算是充裕的 OK。那在这个状况是充裕的之下呢再开始去重新聚焦自己的愿景以及自己可以做的下一步。那自己可以做下一步呢，就会从自己的手上的有的资源开始出发所以呢，我也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很多的团队伙伴都继续跟我在一起要往前走，我也很开心自己几年来的这个经营社群的信任也都还在，所以呢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走。所以在面临这个巨大的变化同时，其实年初设定的目标也都要继续去完成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的机会。我们永远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永远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突发状况，然后让我们不能够顺利的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通常就会有两种，一个恶魔一个天使出现。第一个恶魔呢就开始讲，哎呀你看啊，都发生这种事情了，纪录片就算了吧，广播也先不要录吧。但天使呢就会讲，这个东西是要考验你，如果你认为继续做广播很重要，继续传达更多人的故事很重要，那么你就不应该放弃，所以呢天使跟魔鬼的这个争吵呢就在脑中不断的发生。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开心自己有继续坚持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那包含了写书这件事，所以呢在10月、11月的时候呢，我也终于把书写完了。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今年成就感最大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讲蛮久，所以呢2023年是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那在遭遇这么大的变化之后呢，自己还是可以很大成分的去完成自己认为一开始就要做的事，我觉得这是我要给自己一个嘉许的地方。好，所以呢这是去年遭遇的重大变化。那再来第三个则是新的平衡，我发现在经历过这么多重大的变革之后，我更珍惜跟身边人在一起并且相处的时间跟机会，更珍惜每一次要说再见的时候，不会就是莫名其妙就走。以前我觉得说走就走，下次就会再见，所以呢可能走也不会打个招呼。但现在呢经历去那种重大变化，我认为不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导致基本上以后见面时间很少，所以呢只要是见到面那说再见，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说再见。这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遗憾。那另外一些比较明显的则是在从台湾搬到新加坡，我自己在尝试一件事情，就是以往在之前 的集团管理层的时候呢，所以那个时候需要周末常常是讲课，所以周末是很少可以跟家人在一起的，而且为了很多业绩方面的事情呢要做很多的冲刺。既然都自己开始这个完全全新的公司，我希望自己可以慢下来，
哦，所以呢，即便在公司似乎是需要我做很多冲刺的时候，我也还是选择慢下来啊，然后呢，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啊，要把公司带到哪里，那有更多时间可以在周末陪着小孩出去，就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系统平衡。原因很简单，我未来愿景是希望啊，我自己的企业不要有那种什么东西就是很匆匆忙忙的文化，或是要为了业绩冲刺的文化，而是可以慢慢的做对的事情，然后让一切东西慢慢的滚动起来，不要为了可能短期我要冲刺多少的增长，然后去做了很多可能违背良心的事情啊，比如说可能开始去找那种新三色的题材啊，啊或者是蹭流量蹭热度啊，这种单纯是吸眼球但是没有帮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平衡我自己是蛮喜欢的，也发现其实整个公司的进度啊，然后推进啊，这些成果成绩并没有因为我决定要慢下来而变得比较差或者是有落后的现象。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大家重新思考一下你的人生应该要怎么活，那么由应该怎么活来回归现在可以开始怎么做，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很重大的，甚至比起目标本身都还要重要。那在第四个是今年觉得很棒的收获，其实收获真的蛮多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目标的达成，那当然额外我也还有很多的学习计划，所以像是加入了超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超难就是刘轩还有 Shilton 发起的，然后开始召集了全台湾多方面都是很投入的男性朋友们，聚集这些人在一起，然后一起去有更多的 Men's Talk， 然后也知道说怎么更好的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为自己的家庭心灵等等去做贡献，那也从他们各种不同的途径听到很多很棒的故事那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真的很多一直以来自己在做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继续推广下去的。 OK， 那包含我的这个去年重大的转变，一开始会觉得说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我们总会希望说可不可以明天睡醒问题就消失了，或者是这个困难就消失了，但后来我发觉在经历过这么所有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应该换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应该是能不能让自己有可以克服困难的勇气以及克服困难的能力，更好的方式是从克服问题的过程当中去学习。从这个角度想，其实每一个困难或每一个问题它都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真的这个不是讲屁话也不是讲鸡汤，如果我们只是希望它不见的话，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依然会不知所措，依然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如果走过去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的是我们碰到一样的困难已经不会害怕，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跨过的每一道坎到最后都变成是我们的护城河，所以呢如果你也在遭遇很多的困难，你也在遭遇很多的风雨，请大家放宽心，然后去思考一下我可以从这样的困难当中得到什么，那如果我想要坚持我要的人生愿景，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来克服眼前的困难。OK， 那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学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课，也分享给大家。好，那最后呢，就是我认为去年最美好的时刻了。第一个是我跟家人，还有协助我拍纪录片的金东角导演的一家人，我们到宜兰去玩。那我记得那一天是很风光明媚，我们在东山河旁边，大家看到很多蜻蜓，就是这个小船啦、那我们就说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所以呢，我也把那个画面纳入我的算是人生愿景里面。我也希望以后呢，我的生活一部分是可以看到水，然后有船，然后风光明媚，可以跟家人在那边散步，甚至玩船的。那再来第二个呢，是在广播录完最后一集的时候，整个 Pop Radio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的同仁们那一起送我礼物啊，然后欢送啊，拍照啊，让我非常非常感动。所以也感谢苏薇姐当年呢可以允许我在这边开设节目。过去这两年也跟很多不一样领域的创业家有很多的交流，那相信呢不只是对我，也对很多的听众有很多的收获，至少呢我们把世界打开了，有很多不一样的道路都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探索的，其实都不要设限就是要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成功率最高的。就算你做的东西本身好像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也没有问题，我想举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陈彦博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他是超马的世界冠军，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跑到荒郊野岭一直去跑步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产生什么经济价值，可是你可以看到彦博的影响力，光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激励了很多人，让很多人觉得说哇，如果我要挑战困难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在 Pop Radio 那边我感受到很美好的事。那再来有一张照片是我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应该是我老婆帮我拍的，那是可能我在生命最后一刻会觉得想念的照片就是小孩子曾经这么小，然后呢可以跟他们依偎在一起，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孩每天每天长大，其实今天过了明天就不一样了所以呢真的我会更加珍惜和小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也会因为这样子就围绕着家庭来去展开我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然后再来就是我跟整个 Will Be Good 社群的聚会线上的聚会，还有我线下巡回的跟大家一起吃饭的聚会，虽然没有每个人都到，可是呢我真的可以感觉到其实有信任我们的人那种关系互动交流这才是
一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最大价值跟财富。那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说相信我的人啊，然后继续跟我在一起的人，那包含我的团队啊，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到底何德何能。好，那因为这样子我会更加督促自己去做我认为对的事情，那也希望真的可以达到心目中的理想，好，至少让一个人啊可以不用再为了财务的问题困扰，然后专注自己的幸福生活，并且借由这样子呢去影响世界上的剩下其他人。那再来是纪录片的杀青，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啊。那包含我自己好拍了10个故事，那十个故事我觉得真的都是很能代表台湾的生命力，然后台湾在不管是文化也好，新创也好，走向国际也好，理念也好，我觉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代表台湾。这些在纪录片拍摄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也真的是我生命中觉得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那再来就是带着我的孩子去体验一下睡在机场的感觉，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所以呢，在看完这些最美好的时刻之后呢，我也重新再进一步收敛了我自己认为对我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所以第一个当然是家庭，那第二个是成就感。所以成就感本身呢，比起任何的钱财啊、事业做得多大还要重要。好，成就感本身就是我认为我做了对的事情，那我有帮助到人，这就是成就感来源。也期许大家可以重新去定义你的成功是什么，好，不是只有车子、房子或者是职位等等的。OK， 然后再来就是意义。我发现，在做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那的成就感是特别特别高的。好，即便像我的纪录片还没有上映，但是光是拍摄完我就觉得哇，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可能它之后上映没有什么票房，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把我可以做的都做了，然后资金也投入了，然后导演团队全部也变得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要把那些故事的灵魂给刻画出来，那我也竭尽所能去参与他们的生活。所以光是这样我就觉得啊，真的非常非常有意义。那这个是我的成就感来源，不是到时候它有多少看。那再来保持健康，还有多跟大自然接触，以及信任，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你看这些就慢慢会形成是对我而言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观。所以呢，在接下来我做的很多事情里面，这些就会是我重要的依据。那这就是可能我们在回顾过去这一整年当中，回顾那些你认为很美好的时刻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当我们的价值观越清晰，我们以后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加的笃定，并且更加毫不犹豫，更不浪费时间，也更不会后悔。OK， 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2023年的年度回顾了。那希望这些回顾呢，可以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那也希望呢，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真的可以去回顾一下。好，那我相信呢，都可以找到至少10件事情是你觉得哎呦非常美好的。好，那知道自己觉得什么东西美好，以及开始去拆解为什么觉得美好，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让你的接下来一年变得更加的棒。好，那也更加值得去体验。OK。所以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Will Be Good。那我呢，一样会继续的用我的方式、我的努力，来跟大家一起做出更好的人生决定。谢谢大家，拜拜。